餐的麻婆豆腐混，很强哦，超强哦。麻婆豆腐，就它其实是罐头。那你觉得这罐头的麻婆豆腐味道是不错的，跟我做的哪个比较好吃？当然是你做的好吃啊！想怪我吧？但是你做的好吃啊。这很方便的，这样子，哦，配上那个荷包蛋，或者这样子，这次突然有点怀念，想当年小时候做的麻婆豆腐。想当年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做给你吃不是吗？你什么时候小时候？十年前吧。十年前是小时候吗？可是那当年才三十几，现在已经是四开头。啊，罐头的那个豆腐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嫩豆腐，比较粗一点，对，像板豆腐。不知道这种什么豆腐，奥运已经那个结束了，我们赢到了两金四银六二四六，就是成绩来讲非常的好，跟我们自己以往比的话，其实好很多。很多东西，很多项目都是破纪录，就是破自己的纪录，得到还不错的待遇。哎，怎么？那你不是要玩这个吗？好，没问题。你知道他准他先睡觉是要半夜关起来，因为我听到有声音，他自己睡在小床那边，然后我就听到有声音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他就这样子一个小人这样跨过床，然后跨我们中间睡，他手上拿着一只东西，我想说他拿什么东西，他为什么拿你的手机？不是，他拿着冷气遥控器给你。不知道啊，他就手上拿着一个冷气遥控器，然后这样走过来，然后呢，我就把那个遥控器放好之后呢，他就这样在挤在你旁边，把你的被子拉过来，不让我盖被子，睡这样子，哎，很快就睡着了，所以他只是很像梦游，你知道吗？阿云今天很早起来，云南今天也很早起来，一早起来就开始会说哥哥呢，哥哥呢，他早起来找哥哥。然后我就说，爸爸，哥哥，我在里面还在睡，因为他们啊 ，Una 好像九点吧就醒了，我就把门打开，然后第一件事就叫阿姨帮那个 Una 换尿布，然后阿姨就帮 Una 换尿布，这是有训练过的，不是说换就换，对，没有之前就已经有教过阿姨怎么包教妹妹步骤包布布，然后阿姨本来就会包，然后我就在眯一下，然后想说，刚刚看他们俩在干嘛，他们俩就乖乖的在看那个，看影片这样子。好险，我们有一个暖男的哥哥。我发现中间那一层的上面你拿走了，对吧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你的吗？对啊。可以吧？你怎么藏在那儿？那你为什么要从那边拿？因为一打开就那个拿最方便、啊。因为我还要掀开，然后再打下。就是我喝过，我会把它放在那边、啊。爸爸。
对，你的车车呢？你的鬼灭之刃的车车呢？嗯 ？No。No 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好皮。对。要去找啊，找出来，王永佑，找出来。No。啊？行动基地的那个轨道不够长啊，去找出来，一定在啊，在这里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是这个的。先一样。啊。本土四。境外四。死亡四。越来越低了。没有很好啊。但口罩还是要戴。但是听说父亲节每家餐厅爆炸，记得当年我们的开始是母亲节开始，当年的那个手爆有没有？是从母亲节开始爆，就是这个了，就是这个。哇啦！这次奥运的选手都有一些的，已经在准备了，想要再战那个巴黎。对啊。2024巴黎。我也要。你要干嘛？我们也再战巴黎，三年的时间，努力一点。你可以去巴黎。对。感觉不错啊。希望三年之后，疫情已经结束。我觉得挑战自己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，到底想不想参加巴黎的那一次，我觉得就是看自己。我觉得不用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像戴姿颖这一次就是。我忘记是哪一个议员还是什么的，希望他再战巴黎，然后叫大家联署签名。别闹，你是逼他吗？我觉得有点情绪勒索。他这有点被逼着呀，就算如果他这个心里有点不想去，他也背负很多压力。我觉得像这一次，其实我觉得他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就会。觉得他背负蛮多压力回来的，然后我觉得在比赛的时候也是，所以我觉得这压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承受的。然后根本没有去参加比赛的网友们，我觉得还会就是你们只要打打字就好，你知道那种酒，然后会那种评说他失误太多了，他怎么样什么的。我觉得，那你必试啊，对，真的，又不是你在打，是他在打。而且重点是因为他还 take 戴姿颖，然后他就是说，我觉得他就是想让他看到，他就是回，然后戴姿颖就真的回了，他就回说你觉得不好看可以不要看，真的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，非常的好，对，很多很多。现在我觉得艺人很棒，或是公众人物都很棒的一件事，就是现在网友，请你们不要乱留言或什么的，我们都可以提告你。任何的，你只要对我们讲话有侮辱或者什么的，我们都可以提告。或是而且我们现在都会，就是也是，我觉得现在艺人也都会直接的回复人家。然后如果他有对这些艺人公众人物有讲不好的话。他们都可以拍下来，然后去法律提告你的。所以请大家网友不要，就是很多有些酸言酸语啊，或者是我觉得讲话有点不尊重的人，我觉得你自己在打字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也要想想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希望人家这样子。不要一时手快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那讲这边啦。